大鳄鱼就直接就干他，我操，砍我两波视野。还挺会卡视野，卡了我两波视野，真鳄鱼。让我少 A 了两下差点。这波可能升三了。不能再打了，这种强攻鳄鱼升到三级爆发很高。你别让我升了，兄弟，你已经死了。完了，我老亏了这波。那你前一天股票跌了，股票跌了你不买呀？难道股票涨的时候你买呀？然后第二天赶上金融危机了，你说啥？那你买股票干啥呀？你不傻逼吗？这不找骂呢吗？不行，好，他装备比我好太多了，哎。出双诺兰吧，不行了，我操，有点难打了，我有点打不回来了，就凯隐那一波，那凯隐那波来的，我真是操了，可太他妈烦了。还行，这波靠点烟打回来。咋的？你能追死我呀？完了，还有闪现。哎，鳄鱼死了，不错。这波可赚翻了，给你牛的，你瞅瞅，再扣一下。阿木木容易遇到鳄鱼，他可能会死，我得救他。往这儿走来，回头舔，回头舔，别怕，你上去控他，然后你就走。舔他，直接大他。你不会放大吗？你找点大呀。找点大用的，要掉这么多血吗？往我这走来，帮我舔，可以。哎，还行，换掉了，不亏。可以的，就杀这泰坦来。杀凯隐，哦，再杀鳄鱼，鳄鱼没啥玩儿弄 ，nice， 奥比亚马，他咋的呀？
走，轮着吗？为什么还回头瞅？你咋的呀你呀，我今天不打死你不行了是吧兄弟？他有加血那就没招了，他咋这么嚣张呢？哎呀他有加血，这就有点难受了。哎可以打，阿木木帮我，我死了就难办了。哎呦，阿木木大没大着人吗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操，这波打的可真闹心呐！这不全死了吗？还好没有大龙。对面的奥比亚马的闪现啊，捏的是真死。他如果没闪就好了，他有闪就能封着我。团可以来，他们家 AD 也没在呀，他团什么呀？他们在这儿呢。那 ADC 70秒有闪，哎先把 AD 杀了，还行，这回就有钱了。服了这猴子，我操你个妈的，我一个人上去最后还打死俩，打死三个，然后你跟我说我服了，你服啥呀？你有什么好服的呢？你有什么好服的呢？你服啥？还服？我都没服你，你还服我？走高地吧，爬起来，哎 ，AD 死了，哎呦，这凯也有点厉害哈，阵容值5000，我们家阵容，我跟你们说。好配合，这波主要是配合的好，他们应该不敢来，没事，这只是吓唬吓唬我们，我都搞不懂他们过来干嘛。哎，你俩能打过我吗？我操，还真能打过。不管他们，死就死吧，那没招。后期我跟你们说，不能死人的，即使你死人了你也得有东西，比如说上一波他们死一个我们死一个不亏，你要是光一个面死啊，那就得亏东西了，那就可以打他们，就三个人，把那鳄鱼杀了，不要让控制重叠啊，把这个节直接控死。一共对面就仨，要过来打我们四个，打什么大龙啊，投降了，对面心态爆炸了。
对面心态爆炸了。